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XM Mandarin。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叫乐观与悲观。两个人在沙漠里已经走了好几天了，身上带的水不多了。其中一个人看到自己有半瓶水，他悲观地说，哎，怎么办？只有半瓶水了，没希望了。而另外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半瓶水，却乐观地说，呀，还有半瓶水呀，肯定有希望。最终说还有半瓶水的乐观者找到了绿洲，而说只有半瓶水的悲观者却没有走出沙漠。听懂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词语吧。沙漠，沙漠。半瓶水，半瓶水。悲观，悲观。胜，胜。希望，希望。乐观，乐观。乐观者，乐观者。绿洲，绿洲。悲观者，悲观者。现在我们来慢慢的一句一句读一遍。两个人在沙漠里已经走了好几天了，好几天的意思是很多天了，身上带的水不多了。其中一个人看到自己有半瓶水，他很悲观，他悲观地说，哎，怎么办？只有半瓶水了，没希望了。而另外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半瓶水，却乐观地说，呀，还有半瓶水呀，肯定有希望。最终说还有半瓶水的乐观者找到了绿洲，而说只有半瓶水的悲观者却没有走出沙漠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词语。沙漠，沙漠。半瓶水，半瓶水。悲观，悲观。胜，胜。希望，希望。乐观，乐观。乐观者，乐观者。绿洲，绿洲。悲观者，悲观者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小故事。下面问大家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悲观者为什么觉得没有希望了？第二个问题，乐观者为什么觉得还有希望？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，请写在下面的评论里吧。这就是今天的课程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，欢迎来 XM Mandarin 中文学习社区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再见。